谁喊咱们是喊啊，有人修了一下镜头。粉丝为表达对其的喜爱会刷礼物，礼物分不同等级，虽是虚拟，要买他们可是需要实打实的人民币。江湖称号土豪，土豪不但能把小主播捧成网红，他们自己也能成为网红。今天晚上就开始七点给大家发红包。川哥渐渐发现大街上居然开始有人认川哥，有了点明星的感觉。每天成千上万的私信里，有的叫自己干爹，有的求当小弟。川哥发现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，钱真的很好使。你来说实话，有钱的太多了。知道就是在 YY 里边消费最高的多少钱吗？嗯，上亿。别的大主播刷了就上亿了，想捧谁就是给谁刷，立马就能火。直播创立之初，刷礼物都是象征性的小打小。截屏保存，打开西瓜查看更多。